谢谢主席，好，各位委员，这个我是不是请次长来？次长，你今天一直都不讲话，哎。现在不是答询答了，你这又在这。我要请问他，次长，你支不支持现在这个台电用的这个删减的方式？目前台电根据他到最新为止，他请委员做一个统删140亿。然后请他们自行调整，你支不支持？台电当然知道说这个140亿里面大概是在哪些项目多少钱。你支不支持？你事前知不知道？很抱歉，因为我不是主管，现在不是主管国营事业，因为林市长主管。那国营事业现在谁主管？现在那个因为林市长他出国，所以我今天把国营事业来请他上来好不好？国营事业的那个执行长，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情？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情？我想大概台电大概都循往例办理了，所以往例，过去没有这个例哦，过去没有这个例哦。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台电要一次删减这么多钱，而且没有指定删减的项目，让他们自己去调整，知不知道这个事情？我想台电应该有细账。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情？应该是他没有事先告知我。没有事先告知你，所以你现在也搞不清楚到底哪一个计划要删减多少钱，对不对？是的。你也不知道，次长也不知道。跟委报告，我们大概知道，像彰公火力发电厂还在环评，深澳电厂有抗争，所以这个盖不起来，这个知道。但是每一个细项究竟明年度或者今年度执行差多少？好，那请董事长好不好？董事长，这个细的数字还不是很确定。两位先留步一下哈，请董事长。董事长，请董事长。好，请董事长，你现在哈对委员会做一个报告，你这140亿是怎么计算出来的？是这样子哈，我们有这么一个分析，看了140亿的提案以后呢，那么你怎么计算出来？为什么不是240亿，不是340亿，而是140亿？任何一个预算都是在这个最靠近的时点来做个判断。好，没有关系。你现在能不能告诉我这140亿怎么计算出来的？140亿啊，怎么计算出来？是，就我们是说有这么一个提案，然后我们也知道说，这个里头的案子里头有一些是确实是。你告诉我为什么不是180亿？哦，它是台电啊，因为每一次我们是用滚动式的一个检讨了。像台电这么大的一个单位，去年这个向下删了多少钱？去年的向下也删了，去年删多，我是要去查一下，是有删，也是照这种方式在调整的。不要用什么滚动不滚动嘛，是事实上是滚动的。爸爸，你事实上滚动，但是你去年到底删了多少钱？今年为什么删这么多钱？啊，你自己去年查得到，完全没有这个数字的情况下，现在正在查去年删多少。去年跟前年的删的方式也是重量的方式，这在以前这个经济委员会，我们就事论事好不好？是，这不是蔡奇亚的话给啦，不是啊，140亿对你来讲是何等大的一个预算？多少？去年是删50亿，50亿，那今年为什么是140亿？今年有几个了哈，譬如说核四的工程。他是因为为了安全的，这个要删多少？这个要删多少？我们内部出估啊，你刚刚说10亿嘛，14亿了左右，14亿。好，我们把140亿摊开来，接着还有136亿，140还126亿，你要删在哪里？主要的是在第七输配电，那第七输配电，还有你要删多少？第七输配电要删多少？现在出估啊，应该是40-50亿左右。好，50亿。40-50亿。好，50亿。45亿。没，我不是50，我说40-50亿，没有，不是50亿。那你连数字都不清楚。好了，40亿好了，40亿。那还有86亿，86亿你要删在哪里？其他的，因为大大小小的都不一样。86亿怎么会是用大大小小这几个字来形容呢？是因为有大有小，数字有大有小，就有大大小小。那好，好，好，那86亿的大大小小，先谈大的，大的在哪里？大的哦，举例而言呢、譬如说，第六配电计划，第六要删多少？差不多10亿左右。10亿，还有76亿删哪里？76亿逐项的哦，我想逐项的就很多。你完全。
太阳光电也是个道，没有乱搞，这是正规的一个做法。就说你市长，你同意他这个是正规的做法吗？那你们在预算编列还有预算调整，完全经济部是失控哎、欸，不是失控哎、欸，是时间的因素啊，哎、欸，没有获得告知也是失控哎、欸。台电的预算完全失控，没有完全让台电自行操作。不是失控，因为这个进度还有物价，并不是台电能够完全掌控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差不多。太阳能你要删多少？来，太阳休息十分钟，休息十分钟。太阳能要删多少？太阳能啊，我先讲为什么我要删啊，因为它的建制的成本降低了。删多少？我们会减掉差不多10亿多一点，10亿，所以还有60几亿。哎，我现在慢慢，请你把清单讲出来。好了，这个是我们委员会审查基本的资料。这个休息十分钟前，台电啊，刚才你所同意的140亿的部分啊，委员会概略的把它列出来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十分钟后提出报告。